从来没想过拍杨贵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咱们说的逆龄单身太难拍了。杨贵妃这件事呢，就是因为她太家喻户晓了，敢碰的人真的是不多。就这种主流戏剧特别难拍，主流戏剧爱恨情仇，我自己认为最难拍的是这个，你借不上任何力，就是考你讲故事的能力，人物，对吧？环境，哎，主题，特别难。我是觉得考导演，就是考任何一个导演，甭管你什么时候入门的，门槛高低，就拍出古装戏剧，立马就能看出来能力到底高。其实那时候我看本子，我觉得挺有分量的一个本子。我挺拍也不是觉得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拍完了以后我自己看，没有人能代替。关键是首先最要先保证的是每个人的关系，就是要让他有这个距离。我们要见圣上，后边跟着。不报。盛唐三百年，可能是我们想象，或者说远远超过我们想象，一定是这个片子里面所追求的这个。你把这个多少年的历史演得悲欢离合，哇，你让人潸然泪下。当然，编剧是头一功，剧本是头一功，第二功就是演员。像我这样的演员也在坚持一些东西。对黎明来讲，就是说其实是挺累的一个戏，特别累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每场戏都是要动情要走心的，是很累。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累，拍起来辛苦。你把这个人啊慢慢演的，你在看戏不是戏了，跟你这人物走了，最后出来以后欲罢还不能。我觉得这个是演员，就是深靠演技，基本上借不上任何大众共鸣的东西。就是真的是像拿了杨贵妃这样的剧本跟角色之后，你还是要拼尽全力拼吧。对。对。